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看由汤姆为您带来的这个少年医院啊。咱们这上一视频的上面上期视频又把它几乎玩破产了，上个场，咱们先不玩了啊，下楼玩啊，都是一星啊。现在这一关说是这两个要各一星嘛，一个是靠近发电站的飞机员，这还是核电站看着啊，另外一个叫烟熏城是吧？应该是被上面这块熏的啊，无所谓吧，那先玩这个电容城吧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技术困难。我们很抱歉，医院内垃圾过多，虽然都是你们扔的。这，哦，这是一个费城啊，这，哈，核电站在这儿，行。那什么意思？咱们应该，哎呦。倒是地都是空的啊，地也不是空的，你这，嗨，这什么？啊，以50块钱卖出是吧？残骸，然后咱们先雇勤杂工吧。啊，这是这个便宜，还会维护机器啊，就你了。啊，那先收着。哦，可以直接开始啊，他的意思是，我以为还得先清理，咱们先直接接待处吧。接着盖啊，哦，这么大，够用了。接待台两个，哎呦，这么卡，这游戏，一个这游戏都这么卡。好，然后咱们聘一个助理。接待和零售金额，这你了，这算是接待了，这算是接待金额。然后全科是吧？这套路啊，全科，这么脏的这地方。先暂停啊。要不这个全科还没盖好啊？对，忘盖了一个东西。你这个，哎，我老找不着，放哪去了？哦，可能在打开。咖啡机啊，标配咖啡机。这个得有。好，然后咱们来个医生，也没会全科诊室，他要最便宜的人。然后给他分配个岗位啊，暂时先这样。好，寻人启事，我们走失了一名医生。然后他要什么？药房，好吧，他直接吐地上了，啊，我也是醉了。需要一个护士吧，这个好久没盖过药房。哦，药房技能就他，哎呦，这么贵啊！我去，老哥，你这也太贵了。你就这样Who freezes cans? Is it really necessary to tell everyone which month follows July? 电疗室，我去，电疗啊，DNA 实验室。The whole thing is a disgrace to humanity. Honest, I can't do this anymore. You waste my time, you people. I've had enough. I'm going for a Chardonnay. 可以盖个厕所啥的。
然后他要什么？哦，需要进一步诊断啊，那你综合诊室呗。现在都玩明白了啊，就这几个东西。然后垃圾箱、暖气片，配一个这个，这个是不是没给？给了，好。然后来一名会诊断的护士 ，OK。分配一下活啊。那额外雇一个这个秦大公吧，雇个会抓鬼的。等等，都可以都雇，其实、啊、可以啊，都来吧，这正好垃圾多。然后咱们给这个看看啊，摆点东西。垃圾桶内的物品也属于医院财产，请不要在院内捡垃圾。我去，还有人捡垃圾，哎，这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有雷暴呢？哎呦，想起来那个模拟院好像也有什么地震啊什么的，是吧？不过咱们之前那关也有地震吧？之前的那关应该是啊，记不清了。250点研究点数。拉倒吧，我去。等一下啊。VIP 贵宾正在路上，请员工调整接待顺序。病人请自生自灭。我去，病人请自生自灭。搞毛。咱们这个也是要个护士，这个也能，这个跟那个什么是一样的。其实和那个全科啊，都是这个，就是说额外的可以诊断的一个方式啊，用来确诊的。The world-renowned Cirque du Parfait is no longer under investigation, so come experience. 这玩意也能升级对吧？现在都会了，也升级去。这样前期就不用盖太大了，我觉得。And face-eating clowns.It's a parfait day at the circus for everyone. More to point, more often. 正在找事儿做是吧？咱们可以把那个一个没什么用的秦大公给扔了。助理，请前往接待处。这个可能没什么用。先放着吧。护士，请前往药房。全科办公室需要医生。
亏了吧钱。哎，这咱们再开一个那个全科吧，这个应该是他肯定他在休息啊，反正全科也比较缺。然后咱们再挪一下位置，现在这个位置明显不合适。哎，这个地形非常差劲啊。好，诊断血，还有个会 X 光的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这一关也买，是不是不用买暖气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还是可能需要的。我们很抱歉，医院内垃圾过多，虽然都是你们扔的。警告，工作人员应当优先解救患者，而不是跑路。这需要病房。嗯，那咱们盖个病房吧。挂个小东西，看起来很高级，是吧？行，来个护士，应该要什么临床学、病房管理，是吧？一块钱也干，你这老头你是够便宜的。教学错位病人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要什么？骨科？哎呦，这是个……先否吧，咱们观察观察，他到底是要什么？这关是要这个电疗室，对不对？护士，请前往综合诊断室。然后这一关我估计需要一个研究所。对，否则不行啊，因为搞不到研究点。聘一个会研究的啊，现在没有，等会儿先把打去。哎呦我去，是护士，换错了。医生，请前往研究室。看一下，我现在已有的这个员工给他解雇了吧，不要他，然后我重新聘一个会这个全科的，对，这样快一点。配药机需要维修。好，看完你可以走了。嗯，哈，行，咱们。等那个什么，等那个会研究的。钱越来越少，现在。
叫塞巴斯蒂安是吧？让我想起来黑执事了啊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，我去，逼着我盖培训室啊，这是。这么小的地方还盖培训室，哎呦我去。You're tuned into Two Point Radio, and I'm your host, Ricky Hawthorne. Stick around for some fabulous tunes and just a little bit of chatter. 这个前期赚不了。看能不能结合点牛逼东西啊。心电图示需要护士，买个礼品店吧，这么高点儿呢。哦，需要助理，来一个。接待处急需助理。哇，全你逗我呢，大哥，你这。我们很抱歉，医院内垃圾过多，虽然都是你们扔的。这有这个电疗诊所了啊 ，DNA 啊，这两个需要研究。电疗诊所啊，真是，我外国人还挺时髦啊，做游戏还考虑，是吧？杨教授是吧？嗯，来个休息室吧。我们离颁奖仪式越来越近了。好，这样吧。什么？狼化症，狂犬病吧？这是研究室需要医生，还是没有初会研究的？这哎呦我去，他不是故意的逼着你盖那个培训室吧？啊，真是这样就非常醉了。卫生部长访问期间，病人请让自己看起来更健康、更可爱。哇靠，这非常醉啊！我这样，我培训一个吧。啊、就拼个品，哎，这也不便宜，看有没有更便宜的。医生，请前往全科办公室。都不便宜，啊，就你吧。然后呢，我看你叫什么，莉莉派博医师啊，培训员，好，给你来个研究。然后就只能用这个了，培训一个吧。啊，没办法。然后能把那个员工的假调一下，不让他们老休息啊。是的，今天光在这休息了，一共就没几个人，光在这休息。啊，
开一个药房，不是药房，哎，啊，是药房，盖个药房吧，感觉这关还是挺缺药房的。啊，就这样吧，可能有点堵路啊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这个这一关的地形太奇葩了。治疗，好，这都应该算治疗啊。开始啊，行。啊，有劈的，这哪是地震啊，这劈雷啊，这简直。好，给他升个级。升级太慢了，回来再升吧，先让他工作吧，把这波人送完再升。治疗失败啊，我去，不好治。好，然后咱们研究这个杨教授啊，电疗室。哦，这家伙一百一百的去了是吧，嗨，分配个岗位啊，只让他做研究，别的事不做。排队中途上厕所的患者请重新排队，我们很抱歉，医院内垃圾过多，虽然都是你们扔的。升级得了，别让他治了。电流感啊，这个送回家吧，行。机器还没到位啊。护士，请前往心电图室。我来个病房吧，病房又满了。好，然后垃圾桶啊，然后再来一个暖气片，再来一个咖啡机。哎，这都没给你放咖啡机呢。好，我来个会病房管理的，是药房管理，这个啊，好。行，稳啊，就这样。咱们给他盖个那个什么，盖个那个叫卫生间啊。好，洗手池，打手机，暖气片，装错了，应该装大的是吧，无所谓啊。然后来个垃圾桶，垃圾桶只能摆这儿了。行，回来给这个医院盖成个电疗医院是吧？这怎么蠢呢你？患者，请相信本院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的性命在我们手上。我去，这么狠！
故事请前往病房。又地震了啊。警告，地震预警。看有别的卖的吃的东西没有？啊，并没有，就这几个。好，能需要收费的都给他摆上。我们很抱歉，医院内垃圾过多，虽然都是你们扔的。Yesterday wa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my time here on Two Point Radio. 好，那这期视频我先录到这儿啊，谢谢观看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，咱们下期再见。